小姐整三种啊，天天对呀，顿顿崩啊，喝出一个亚洲雄风啊，头头三张一头牛啊，跳舞干磨胯虎走啊，两眼王八丛绿豆啊，我大手嫩你的腚后头，七巧七巧腚后头啊，俩手俩手腚后头啊。 各位观众，明天我县著名企业家靳小勇先生将要举行婚礼，我谨代表凤阳电视台音频点播节目组向靳小勇先生表示祝贺。谢谢，谢谢。靳经理，明天是你的新婚大喜之日，有众多的朋友要通过我们的栏目向你点播歌曲，恭贺新婚之喜。请您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几句话好吗？嗯，访问的各位傅老乡亲，亲朋好友，首先感谢大家对俺的对我的支持和帮助。
我跟你讲，老子脾气还是好。俺爷今天忙的，脾气伢还是少了俩，少不起来。喝点的，喝点少的一会儿，俺妈真小一点了。伢老子是偏小，俺怎么苦菜做的？偏腰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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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腰
我们开展这些执行活动的话，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宪法，国国颁布，我们为了管着这个执行这个新宪法，要提高这个国家人民对这个宪法的认识。谢谢新宪法，现在个新宪的新手法和新宪法这两个都是今年颁布的，我们进行宣传。不是，恰恰，你们这个芒果啊，是吗？ 那家方便卖吗？芒果啊，芝麻给你卖不是？各个叔叔，各个叔叔，来来来，你家了，嫂嫂，那个不错，弄得多少管有意思吧？有意思啊，嗯，哎，东子那个新回来哪嘛了？啊，什么房子？那小子家的呢？我，我给，对，嫂子，他是来什么的？有没得啊？钱有多房间的？行吗？行吗？那去了，去了。 嗯，一道个车都不敢弄了啊！那个一斤多少房子？在那方便赚吃不行。哎，多得了呢，这。挺啊。嗯，车都不敢。我不在。那不晓得脚跟迈迈了，你要给他笑用。今儿不是来啥了，脑袋可磕着了啊！实在是嘛，我这不要吃老了。我没得脑袋。咱脑袋嘞，这会儿住买卖哈，那大点儿，听从老早说。 哼，上桌不成，听着。嗯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这热。别动。张来了这个。我们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要求你们查钱。查钱了。这儿子妈来，一来一道查班儿啊。几六？几号的这是？嗯，好了，行了，哦。刘小伙，那这儿就算了。 啊，几楼没得人不打招呼，让不得了。是没有看见啊。这俩就装了。嗯，做点买卖吗？做买卖？嗯。没听见过不？听见了。那样应该写的好一点，我蹦蹦的写。你看看嘛，原来那会儿，大部分都写好了。哎，昨天景小用，景的老板都多活了，还出去了闲了。 你的，喊俺老板回来。不敢，操不敢。哎，对了，明天要办事了，哎，媳妇做了个礼品邮票，你的，对，学了吗？你？太面积了。那当然是，我骗你的，怎么样？给了我一些红钱去，等你最后他的事情了，你看。往前走啊。嗯，走走走。 那我先走啊！我放心吧。嘿，过来，坐那儿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张丽，过来。你喊大我车了呢？张丽。张丽，结婚告人家没有？没跟啊？没有啊？告人家没有？哎，他结婚要不是你结婚？他到底告人家没有？够了。 还可能他没我的胳膊喝。哎，他不跟俺上回儿立气儿了吗？你别啰嗦了啊！快敲死你！俺家你弄吧，收拾一下了。不，他喜欢那黑人，知道吧？快快快，马上！让你弄吧，快！着急，着急。弄第二来。那，不喝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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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喝
你把话说到对了，你这把米皮来的过去了，都是他的中方人。你你当上了？那是不是这个米皮的客人们也还孝顺你，经常一刀给我杀掉了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啊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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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知情不报、包庇、窝藏犯罪分子或帮助毁灭罪证、转移赃物的，要依法追究刑法律责任。对威胁、报复检举人、证人的，要依法严惩。对无视国家法律、继续顶风作案的犯罪分子，一律严惩不贷。 今儿才哄说完，给几人来新鲜事，你我偷着给。咋了呢？我今天用钱了。早用钱是没拉法给几个人。给你钱没有意思。咋了？你妈病了？没有。王老师出去到赌俩地了。啊，是。那就上哪？别去。
上来上，那天儿嘛，俺紧着。林姐，真想用，那咱给咱死磨叽问去，我不想先上北京。 出来，刚吃了，炒炒，再干。你们去。
今晚也不搞，咱都是自家人，没啥自家人。俺随你妈，别人天天骂。今晚不搞啊？没啥自家人，我告诉他，这不是不够，没啥自家人，都是自家亲戚。不打扮，亲家结婚？不得个办。亲戚，好长啥时候人家亲戚？ 我怕人家信，他妈是别的，他妈是别的，你是个他妈的，老子他妈的是个他妈的，咋了？ 忘记，记不了。不是，不是忘记。什么忘？没事忘。 这是我了，嗯，这我了。上来，别啊！ 钱儿，少少少少，喝少了。我走。你去哪里了啊？去哪里？ 向敬小勇先生表示祝贺。今天里，明天是你的新婚大喜之日，有众多的朋友要通过我们的栏目向你点播歌曲恭贺新婚，请见我们的官方将取决发好名。各位的各位父老乡亲，千万保重，我赵家感谢大家，刘家来对我的支持和捧场。这房子是帮新婚之事，我的兄，关系我保住我。 是表现粮食局的二胡有声剑云为敬小勇先生点播的歌曲《幸运》。不可触摸的网，也不再是倔皮的海。为什么总爱？
我想唱。我不唱了。你不唱大戏了？我从小就爱听唱歌的。唱吗？我不唱了。那卡拉 OK 自己不唱多没意思。我要你唱。大姐，放两首对唱啊。喂。喂喂。这个是两个人唱的。你也在搁高兴啊？哟，你瞧这是怎么了？不花我俩也要干躲的。怎么会呀？你这来咱们大上海的哪个不是玩的开心、跳的潇洒？不叫怎么就到？跳跳他不跳？这不可能啊，梅梅。啊。这人家小武对你的服务可不满意，啊？我说让他唱歌，他不唱；我说跳舞吧，他也不跳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小五是我兄弟，你就不唱歌你就唱两首，他不跳舞你带他跳两圈不就得了？这怎么那么木啊？这，哎，我说兄弟，这可不行啊！你是我兄弟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哎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们零钱儿？没有。那这么着吧，梅梅啊，你陪你的亲哥哥出去溜达溜达啊，让他消消气儿，听见没？去啊！拿衣服，拿衣服，去去去，跟着去，快，听话。哎，小兄弟，这可是天亮之，哎呦，什么天亮？那我可亏了啊！哎，你天黑之前你得把他给我送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去去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快快！你这个榆木疙瘩，赶紧走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今天不
双鞋啊。你咋不往楼上爬呢？那不更高？小姐，你做什么样的发饰了？即洗居居油。小姐，这么好的头发，我做一个三年的流行的发型，叫鬼鬼红尘一世情缘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现在好流行啊！算了，我就居居油行了。就居居油？啊。你奶奶这花样多。老板，小姐。现在都讲究情调了，讲究品味了。
先生不洗洗头？我不用。来点音乐，有点感觉好啊。这姑娘弄过头发吗？你还挺能耍的。再把弄刷了。啊，说给人家电断了就给断了。简单。班嘛，天快黑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自由办呢？时间到了，没节目了。花五六万就骗你打电话，就偷啊？你没地方去啊，这可不怨我。我回歌厅了，有空来找我。你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长官，我们在这里聊天。聊天？打开行李箱给我看看，快打开行李箱，打开呀！他妈的，是不是你出卖我？你是不是卧底？是不是？我检查一下枪。我相信。
心吧，不用。怎么会大妈叫你来？喂，站着哄那个不行。对呀，妈。哎，你妈同学是变态呢。因为明天我将成